大家好，我今天来到西宁，二闺女在这个地方买的房子，我过来看看怎么样，走，跟我来。这有电梯，四道出来的。这老二这个屋是啥屋？这个是门儿啊，咱是两家。哦，这屋是上哪个电梯了？啊，这是16楼了。那个15楼，这是16楼。啊、哦。能分开走。嗯，没试到出来的，试到出来以后看。挺空调的。你看那里阳台，你看这个阳台挺大的。嗯，多大的阳台？多大？楼下的景色。阳台都能给个小屋，对，啊，嗯，有暖和，行，挺好。嗯，那边还有屋嘞，洗手池，给顶到个满的，嗯，到墙的满满的，塞进去的才好的，对，里面有风，还不好打扫，对，我吊上，嗯。哦呀，没开的是吧？对。没开。没开，让洗澡暖和。嗯，洗澡暖和。给的干湿分离。Thank you.
他这是粗放啊。嗯，一楼亮。大家好，我是光头。今天呢，俺爸上俺家来了，说的准备趁这个下午看看那个上四 S 店看看车，这俺爸提建议，准备买一辆什么车比较合适。走。还吃饭去四 S 店看看去。你还有什么菜？做什么菜？哦，我来了。哦。做的什么？哎呦，有那个麻辣鱼呗的。嗯。好好。咱把福建汤来，咱把这个鱼吃。对对对对。行。炖那麻辣鱼，炖那个肘子，谢谢你。嗯。就是，把你没事儿经常咱家来，啊，是吧？行。今天让你来，你不管让你什么看车，你得来做工，是吧？让你参观参观。行。嗯，咱下午看准备看什么车。对，下午看看去。嗯。他这大姐准备买个 SUV， 馒头在这来馒头。哎，我以为一会儿你都来的，今天我买的馒头还多，买了5块钱的。晚上有的吃馒头。晚上不吃馒头。啊，来，走。这是老家馒头。俺妈不能吃，只能吃。对，我要吃。我看那大骨头，看那大骨头，那闺女买的，你看那个大骨头多大？哎呦，它这酱的好的跟那个东北那个酱骨头差不多，看。嗯。咱就是酱骨头，看。嗯。行吧。嗯。嗯，这个。好嘞。行，还没弄几个菜，就弄四个菜。嗯，好，那个两荤两素，来大骨头，鱼，反正全是些其他的菜配的，这又炒出来了。今下午吧，咱先上那个 4S 店看一下，比较一下，咱多去两家，看到底哪一款比较适合咱开，买个经济实惠，还有那个质量过关的呢，比较实用型的。是买国产的还是买合资的？合资的。合资的贵。合资贵，买个放心车。行，明下午看。没大，这是干净型的那种。这块肉掉了。拿着。啊，这个鱼大。啊。3斤。哦。直接放上酱，放调的那个料，直接倒进去了。哦。那没听过，那啥，红酱油。很辣。辣。真好。挺辣的。我吃。有小块儿，你看看。是。吃骨头再过瘾。
你多吃吧，你行，起码不累，胃上。行。